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早晨，快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啊！冇错啦，咁样咁咧，今节咧有趣，我哋讲下诶呢个傻人发现案啦，即系香港真系冇嘢多，傻閪多，系咪先？钱多傻閪多，真系啊！其实呢个新闻咧，琴日我见到咧，我就觉得好劲。呢个新闻你知唔知？仲要初初咧嗰、那个新闻咧，佢未揭发嗰个事情噶，系合理啲噶。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初初嗰个新闻系讲话个。两名男女去间酒店嗰度追诉，跟住反而俾人禁锢，我觉得呢件事合理都好多噶。系啊，咁样咁，琴日咧就突然间咧见到一个新闻咧，就话咧，有一对情侣咁样，跟住就去，喺酒店嗰度俾人禁锢喎，同埋袭击。系啊，喺尖沙咀啊金巴利道一间酒店啊，发生怀疑禁锢及袭击案啊，咁样。咁样跟住然之后，你就见到话，佢俾人禁锢咗，跟住咧就话咧，就要个女朋友咧去搵。几十万翻嚟赎翻佢咁样，跟住咧就去周围借钱啊，问人借钱啊咁样，跟住然之后但系唔够数喎，咁样咁佢话要揾六十万去到救翻佢出嚟，咁你跟住突然之间好难揾六十万啦，系咪先？咁跟住然之后就话咧，跟住就喺期间咧，咁佢就好机警咁样报咗警啦，咁样咁都我觉得报到警都好正常啊，佢可以俾你嗰个女朋友走到出去，个女朋友由头到尾都冇上到酒店嘅，因为喺大堂咁样咯。是啊，因为就是讲紧呢两位事主就是我哋咧盗罪法，他哋就是在荃湾嗰度行紧街的时候，就无啦啦俾啲呢啲歹徒捉咗佢，喺荃湾嗰度捉咗去尖沙咀嗰度嘅一间酒店，就捉咗男朋友上间酒店房啦，女朋友就喺地下嗰度等佢。莫非绑架？不过啲酒店都奇怪啊，你可以俾佢咁样样老人老个人上去嘅咩？咁我谂睇唔出系，佢唔通真系翘住夹住你只手喺你背脊咁样夹你上去咩？我相信唔系啦。唔知喎，攞住枪指住你。你睇下呢个后生仔，同埋个后生仔都傻西咁样，咁应该唔使好大嘅武力就可以嗌佢，就可以压到佢上间房度。就算打咗格仔都睇得出佢样柒柒下咁样。有那個 MK 柒樣啊！你係隔住打隔住啲格仔，同埋隔住張相都 feel 到佢係都傻西咁嘅樣。打咗格仔我都覺得佢眼神散漫，睇唔到佢隻眼，隔住啲格仔都睇到佢眼神散漫。係啊，冇錯。咁啊，講緊話呢個男事主咧就俾人去塌咗上去啦，跟住最後就成功咁樣報到警啊，走咗咁嘅樣。咁跟住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原来呢位男事主廿零岁嘅年轻人啦，咁样咁佢呢就呢喺去年嘅五月啊，咁样呢就呢同一名呢佢相识多年嘅男性友人呢就有份筍工介绍俾你喎、啊。即係你相识多年但又多年冇搵咁样，跟住冇搵啦打俾你，我有批牛肉好靚啊。係啊，你就问下佢你而家做緊边间保险公司啊。系啊，系咪先？啊，如果买楼嚟到讲咧，我暂时咧都冇咁嘅财政啦。因为好明显地，因为呢个相识多年嘅男友人，肯定系真系好耐冇揾再揾翻噶，因为揾完之后跟住又冇再揾咁噶嘛，所以应该系嗰啲真系好耐唔系好熟嗰啲，只不过识咗好多年嗰啲，可能旧同学咁样就冇啦。但系我都有啲笋嘢益你，我都赚够啦。即係之所謂，首先咧，你初初嚟做呢份工，首先揾曬你啲大學同學先，跟住揾中學同學，再揾小學同學，再揾幼稚園同學咁樣樣。咁啊，做完一輪咧，你開始揾曬所有同學咧，跟住好啦，你可以辭職啦咁樣。係啦，咁但係 anyway， 咁佢咧，嗰個工作咧，個工作內容咧，哇，有份筍工揾佢喎，日薪1000蚊喎，就係有份。工日薪1000蚊咁样，咁啊哇，谂你做一个月咪三皮嘢，舐舐你咁样。咁佢都的而且确做咗一个月三皮嘢，就好舐舐你嘅。系啊，咁嗱，即系好地地一个人无啦啦会俾份工你日薪1000，咁而佢知你会上当，咁即系本身你学历都唔高噶啦。同埋，如果有个人无啦啦打俾我，同我讲，仲要唔熟嘅，端有份日薪1000蚊嘅工俾我，我都会有啲。
即系你正作为一个正常人，你都会有啲觉得吓，好似有啲唔对路喎。系咪传销啊？系咯，即系你唔会觉得系正当嘅嘢，会有一个你唔熟嘅人无理啦啦打俾你，跟住介绍你去做噶嘛？即系如果我无端端有份真系正常正当嘅一日1000元嘅工。嗯，我自己首先一定我自己做咗先啦。咁如果有多个位嘅话，我一定系揾身边嘅朋友介绍俾咁笋，真系咁笋嘅嘢，我就梗系介绍俾身边嘅朋友做啦。即系反正都系啲短工嚟嘅啫，咁样样。几时轮到一个好多年唔联络嘅朋友啊？系、哦，就系如果嗰份工系日薪1000又无需要高学历嘅，咁应该都系担泥嘅啦，我觉得。系咯，我又未去到黄俊阳嗰份啲工，又未去到咁直接咯，都差唔多都系嗰类噶啦。大家都好聪明，大家都谂到，咁应该都好地地冇好嘢。如果日薪1000，同你讲，你居然唔系去地盘嗰度翻工嘅话，咁就奇怪啦呢件事。系咯，一定系啲即系辛苦工啦、啊。即系如果你系咪见杂杂铁啊？日薪1000，无啦啦，系咯，即系你又唔系一啲乜嘢你有要求嘅工作、啊，跟住佢又唔需要你有安全卡咁、哦、样，咁啊，你呢件事相当古怪啦，系咪先？系啦，跟住原来咧，佢嗰个工作咧，工作内容系咩都唔紧要，最重要咧就系佢就按对方嘅指示咧，开咗10个虚拟户口，哎，咁啊1000都降晒啦。呢、這个就系佢嘅工作内容咯。原来就系咁嘅。原来你三皮嘢就开10个虚拟户口都几贵啊，比我想象中。哦，都系啊，原来虚拟户口咁难开噶。系啊，我唔系，因为佢系要真系要你个人资料。虚拟户口唔难开啊，搵到个傻閪难啊嘛。系啦、啊，咁跟住做咗1个月，攞咗个30000啦，30000我走啊。跟住、啊、30000元，30000。跟住咧，双方就冇再联络啦。都话即系呢个，即系佢哋好明显，即系唔系平时 friend 开一路有联络嗰啲旧同学嚟噶啦，真系纯粹真系好耐冇揾，跟住忽然之间揾咁样样。系啊，跟住呢个就精彩啦，呢、這个精彩。可是近半年之后嗰半年啊，咁样跟住咧，呢位当事人咧就被警员多次拘捕。话佢开设嘅虚拟户口咧，牵涉呢个诈骗案，怀疑佢系诈骗集团成员咁样。跟住警察多次拘捕佢先至发现有问题。多次拘捕啊，多次拘捕啊，你明唔明白？呢条傻閪。跟住佢就话咧，佢、哎、都百辞莫辩。啊，联络翻嗰个介绍人质问，但系就冇回应，即系 WhatsApp 男的唔复咁样，仲驳埋添。你即系如果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诈骗集团的人，我找了个人帮我做这些事，我断估那个人虽然他是傻西，但是断估都知道这些事未必是干净的事啦。即是你想想，我有条友，我给了三皮的你，叫你开10个虚拟户口给我，你问下我、啊、究竟你拿了那10个户口是不是拿去诈骗呢？我都不想答你，我都不知道答你好，你估下、啊、问下你觉得呢？你估下即系你无啦啦同个人讲嗱，呢度俾2皮嘢你，帮我运袋嘢啊，送翻大陆咁样样。然之后佢问你入边嗰袋咩嚟噶，朱古力噶。咁你唔想答佢啦，系咪先？系啊，你估下，你想人哋点答你？系啦，唔通同你讲啊，其实我哋都正当用途噶。啊，点解会系当咗你系诈骗嘅咧？我谂相信都一场误会嚟嘅。我知你冇咁好心机，你我仲唔即刻 block 咗你，我戇鳩。跟住然后咧，阿事主咧，原来佢有另外一个 friend 咧，都一起被骗开做呢件份工。我都唔知系咪事主介绍嘅。系咯，我都唔知系事主介绍，定系可能都系一起都系旧同学，另个都系俾阿旧同学呃嗰啲咁样啦。即系我当系旧同学啦，佢相识多年，我估系嘅，唔知啦。跟住就话我。啊！我系话我报警激嬲咗，咁梗系啦，唔通佢会开心，定还是你觉得诈骗集团都应该都系善男信女嚟嘅？哇！我报咗警啊，睇佢点算好。哇！我报警咧，我相信佢就咧，
啲警察就唔会再嚟揾你，冇错，你报咗警，啲警察唔会再嚟揾你。阿黄俊阳嗰啲啊，报警定系自首？阿黄俊阳做卧底啊嘛，佢呢度冇机会做卧底啊，做咗啦，做完咗，真冇得做卧底咁样，因为佢去报警啊，真系有诈骗集团系咪先？佢诈骗集团咁大系嘛？佢系专门做诈骗嘅，然之后你觉得啊？如果我报咗警，咁我咪好安全咯，咁样样。黄俊阳都系咁谂嘅，佢谂住想成个诈骗集团一下抽起。我黄俊阳嗰个就唔同方面嘅睇法咯，咁样啊，跟住然之后呢个觉得话我报咗警，咁咪好安全啦，咁样。点知咧，佢报警之后咧，居然激嬲咗对方，竟然喎，激嬲咗个诈骗集团咯，已经被咧多番滋扰啦，咁样。咁啊咧，所以咧就咧就夜晚十点嘅时候咧，佢又同个女朋友，喺荃湾行紧街嘅时候咧，对方咧就将佢带到去呢一个尖沙咀金巴利道嘅酒店咁样，咁啊咧就俾人带咗上房，个女朋友就喺地下等我咁样。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去到呢一步，你就知道，你已经觉得好奇怪啦。个女朋友可以喺出面等，净系踏佢上去嘅咁样，你都觉得啊，都真系几斯文咯。系啊，同埋，但系我又系理解唔到，咁点解女朋友又唔报警？是啊，因为女朋友都是傻閪嚟噶嘛，如果唔系点会同佢一起呢是不是好地地系咪先？我理解不到啊，跟住会拣佢，你就知道奇怪啦，系咪？即系呢个故事都仍然是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咁咪戇鳩咯。系啦，咁跟住总之咧，跟住阿事主就被人打啦，跟住就无奈就范啦。咁啊，系啊，对方啊自称黑社会，去佢勒索600,000，咁啊即时筹钱先至可以离开咁样。跟住事主就咧被拳打脚踢啊，无奈就范啦，已经筹咗钱50,000咧过户去到对方户口。咁啊咧，女朋友知道咧，佢又问紧亲戚朋友筹钱咧，即即时揿咗两皮嘢拎上去啦，咁样。系啦，跟住好似拎咗上去之后，系话跟住咁啊，女朋友都走唔到咁样样。系啊，跟住好搞笑，跟住佢话咧，阿事主就话咧，嗰批男女咧又带住只狗，又奇怪咯，我又唔明白呢个状况咩事。跟住佢又趁住狗吠声嘈嘅时候咧，扮打电话俾朋友筹钱，静静鸡咁样讲出个地址求救，咁啊朋友代为报警。最终咧就喺夜晚嘅凌晨2:几咧，警方啊到场将佢救出。咁其实都系几个钟嘅，都唔系好耐。系啊，但系我觉得最奇怪嘅嘢又系女朋友想你本你要知道男朋友筹钱，你知道男朋友要急需600,000，你去揿20,000俾佢，即系你知道房 number 成啊嗰啲咁样样啦，即系你可以。佢攞20,000上去嘅时候，点解你唔会喺呢个时候报警？系啊，呢、這个都震惊啦，个女朋友。啊，佢如果系好需要钱啊，等我揿两皮嘢俾佢先咁样。唉，如果咁大棚人马过嚟，就唔系争你嗰两皮嘢啦，系咪？佢就有钱喎、啊。更何况你谂下嗰个人，佢当时，就算你唔知佢房 number 啊，你都知边间酒店啊？系咯，因为佢喺酒店楼下。你走到楼下嘛？你筹咩钱啫？你直接报警啦！系咯，我唔明佢做乜走去揿钱喎，20,000仲要带唔报警？你嗰间你都正经酒店啊？咁完然之后，你啲系嘛？啲警察过到嚟，你走去直接问佢头先有好多人行咗上间房系边间房啊？咁样咁咪得咯？系咯，系咯，系咪先？你点解要报？同埋佢之前报过警噶啦嘛？系、哦，你又唔系话担心咩？系、哦。报过警有 record 噶，即系女朋友只要揾翻，即系同佢讲话，即系之前报过警有嗰啲咩咩 number， 成日就算冇啲咩咩 number 都佢 check 都 check 到啦。即系如果系知道系同呢一件案件相关咁样样，系啊，同埋你走去报警同佢讲，你话我个男朋友俾班人俾班黑社会捉咗上捉咗去酒店嗰度啊，你讲边间酒店，佢求其佢都派两个行必嘅过嚟噶啦。系咯，跟住即系唔理你系咩事，总之你话系咯，男朋友俾人捉咗。系啊，咁跟住佢咪求其系揾到个行 bit， 你通常大概3个字到啦，跟住就会过到嚟噶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咁佢咪走去个大堂嗰度问下佢，头先系咪有班人走咗上房啊？边间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咪走上去逐间揿下咯。佢开错咗门，佢有冇损失嘅？系啊，佢实系咁喺度揿啊，咁咪揿到有为止咯，咁样。咁我就唔相信对方会有大量嘅军火，跟住然之后要好严峻咁。大部分嘅情况你都系即系，佢开到门，系呢个啦咁样样，
完就得你出翻嚟啦。同埋佢都冇武器，佢都系拳打脚踢佢啫嘛。系啊，咁样唔系即系因为武器贵啊，唔值钱。你谂下佢咁嘅状况，净系打冇俾人屌屎忽，屌佢屎忽，咁咪屌佢嗰个咪蚀咗。冇，即系总之纯粹只系拳打脚踢啫。系啊，同埋都好善良啊，嗰啲人都系捉佢，冇捉佢条女。系咯，只系佢条女之后攞埋两皮嘢上去就好啦，顺便。你就不要走了，是啊，他想要两皮嘢，两皮嘢你拿现金给我，他心想戇鳩的，哎，既然你上到来，一场一场来到，多个人多双快，一场来到就不要那么快走了，我要尽回这个好客之道，我没理由给你上到来立刻走，那你留下留多一阵，跟着就搞到要打电话给朋友去筹，我真的理解不到他之前筹的50,000元、啊、还有之前跟女朋友沟通的那些究竟是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在这段时间这么多时间可以跟到外面的人沟通到的时候都没有尝试去求助的、啊、这些人去想到 KK 园区的话不用出回来，他连求助都不用求助。是啊，黐线，震惊啊，令我震惊到爆炸、啊，他好在是被人捉去尖沙咀酒店，不是被人捉去柬埔寨啊！唉，好彩对方都善良，好在对方都善良，系啦，咁总之就，唉，就拉咗五男一女，年龄介乎34至52岁咁样，就涉嫌非法禁锢同埋。其中两个男女就有袭击咁样样啦，咁就我谂系当中可能俾人打佢冚佢啦，我谂都唔去到打啦，系咯，即系我系咯，我谂应该都唔去到痛啦，同埋你见到佢咧喺医院嗰张相咧，佢都冇事啊，正常企喺度，企得好直系嘛，仲拖住条女，系啊，个面容又咁，我冇觉得佢块面好松散。系啊，即系虽然有格仔，但我都睇唔出佢有啲咩明显伤势啊。系啊，你睇佢嗰个状况都系仲好健康啊，系咪先？即系其实冇乜嘢啦，可能都系胸啊，佢冚啊，佢可能都系瘀伤嗰啲咁样。应该都唔会啊，应该可能系咁喺度冚够嘅靓仔，靓仔玩嘢啊，报警啊。我觉得打得都唔密集啦，打得密集打几个钟死撚咗啦。我都系啊，脑震荡啊，嗰啲 friend 啦，佢都正正常常，佢都未，佢都唔需要着医院衫。系咯，应该系咁以拱下佢，踢下佢嘅啫，你知噶啦，啲细路系嘛，好鬼脆弱嘅啫嘛。嗰个唔系，咁但系禁锢佢同打佢嗰啲都唔系细路，都30至52岁，34至52岁，嗰被捕嘅五男一女，即系都系成年人嚟嘅。是啊，所以我觉得是打得很斯文。是啊是啊是啊。如果认真打的话就不是这样的状况啦。我都觉得啊。所以其实这些歹徒又很斯文很善良。是啊，但是。哎，我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现在今时今日的年轻人这么蠢。就是说真的他真的抵被人压。他都没被人呃，他帮手呃人的。啊，是的，他帮手呃人，即是他抵被人，我不知道。他这么蠢，他真的很好彩啦，我只是想说，即是蠢得这么紧要，都没事，都不算有事，都是被人打一下而已。是的，所以我相信那几个歹徒应该都真的是香港人。如果是大陆人的话，他应该死够了。是的。如果是南亚人的话，他应该分开了几节了。那些不小心就打死了你喇叭人那些是。是啊，想着教训一下他嘛，斩几刀会死的，真的没用的。原来会死的，原来流血会死的。是啊，那我都真的是啊，所以那些歹徒都是真的香港人，那么斯文都有的，真的。是啊。我觉得双方都是很匪夷所思的这件事，真的。所以就即系而家真系傻嘅，真系通街都系，系咪先？系，唉，就系，我觉得呢件事最令我震惊就系，佢居然完全可以隔咗半年先至会发觉系自己系参与咗诈骗，我觉得佢要被警方多次拘捕，警方同佢讲话，哦，你系诈骗集团成员，有咩？
冇啊，有咩？我冇诈骗人喎、啊，冇啊。跟住啲警察就同佢：你开嗰啲虚拟户口啊？佢冇啊，冇啊，有咩？我有诈骗咩？跟住就可能警察就同，跟住佢先至之后先至可能开始发现，咦，原来开嗰啲虚拟户口系诈骗嚟噶。系啊。跟住之后先至发现，咦？即系我个 friend 嗰个系咪诈骗集团咧？咁我就打去问下佢先。问下佢，诶，你之前咧话叫我系帮你去啊开嗰啲户口嘅，系咪呃人噶咁样样？跟住然之后，都真系费鬼事答你。所以点解咧？我之前咧就有喺度同嗰啲嗰啲诈骗集团有接触啊，咁样样就系嗰啲咧，你答问卷叫佢俾钱你嗰啲咧，我有去做嗰啲咧，跟住我就喺度。我初来以为咧，佢一定会系用嗰啲蓝牙嘅户口嚟到俾钱我噶嘛，因为佢就 FPS 咁样俾钱你嘅，你嗰啲答问题佢俾钱你咁样。但系结果又唔系、哦，结果佢居然咧主要都系香港人嘅名嚟嘅、哦，跟住系啊，嗱、哦，即系譬如你睇到呢啲咧，系、哦、正常香港人名嚟，香港人拼音嚟嘅、哦，系啊，即系啲咩风痴 king 啊，风妖明啊咁样，跟住呢啲啊几个风痴 king 啊，跟住有咩 Quan Wang Lab 啊。英靓啊！呢啲大陆人啦，跟住冲扩星啊，跟住乌增卓康啊，呢啲系大陆人啦，咁样样系啊。跟住仲有啲咩乌增康、啊？咦，大部分都系香港人名嚟嘅喎，你嗰啲冇人诈骗。啲 Low I Key 啊，曾威丁啊，系啊，呢我哋啱啱上述嗰啲人都系诈骗集团嘅人嚟嘅。系啊，嗰啲就全部都系诈骗集团嗰啲 FPS 咁样。因为我之前做嗰啲咧，佢嗰啲佢嗰啲问卷，跟住然之后你去啊做嗰啲咩？去我哋咧就去刷流量嘅咁样样，咁样咧你就去 keep 翻个图俾我咧，就有几廿蚊噶啦咁样。每次都呃到两嚿水噶，即系我呃佢啊咁样样。跟住我就喺度观察下嘅，佢嗰啲 FPS 系咩名啊咁样。居然原来好多都香港人嚟嘅喎。咁即系好多香港人做呢啲，可能佢哋都系同呢位傻西一样，唔知道自己做紧诈骗集团嘅工作。系啊，系啊。我唔知道，跟住就开咗 FPS 俾佢啦，咁样系啊，就系冇诈骗集团送埋我口嗰度任工。系，同埋因为咧，佢要你嗰啲虚拟户口咧，因为咧，你如果收 FPS， 咁啊，当然系会系你可以自己选择喺边一个户口收啦。嗯。但你发钱出去嘅话，其实你系用任何一个户口发钱都 OK 噶嘛。系、哦、啊，咁所以你用佢只要开咗好多虚拟户口咧，你全部虚拟户口都可以攞嚟咁样发钱用。嗱、啊，冇错，所以咧，你收钱个户口咧，可能都仲要即系要认真啲咁处理。但你射钱出去嗰个户口咧，就其实咁样样求求其其咧，都可以系搵人开咗好多虚拟户口咧，都 OK 嘅。咁、啊、样，咁所以呢啲相信咧，都系嗰啲咧系即系就日薪一千帮人哋开虚拟户口，咁样嚟到做嘅，我就觉得。应该都系，所以亦都解释咗啊！原来香港真系都几多傻閪会上当，咁就会咁样样帮人开咗虚拟户口。所以大家，我相信我啲听众冇任何一个傻閪嘅，咁但系你留意一下身边啲朋友有冇啲咁嘅傻閪，有冇啲朋友介绍嗰啲一千蚊嘅一日嘅工俾你？系咯、啊，但系无需技能，一千蚊一日无需技能，跟住然之后就系每两三日都要叫你开个虚拟户口。我觉得佢嗰啲咩一千蚊一日啊，可能都系叫你做埋嗰啲戆鸠嘢，扮有工作啫嘛。啊，即系好似嗰啲嗰啲骗案咩刷流量嗰啲，等你以为自己做紧啲嘢咁样。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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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好似嗰啲刷流量 group 都会系搞十个刷流量，跟住先至一个系骗案咁嗰啲嚟噶嘛。系啊。好啦，咁嚟到呢一节嘅尾阵啦，系啦，我有见到有货金系250蚊 ，Joey 有250蚊货金，下星期翻新工了，祈求喺新公司工作顺利，谢谢。OK，I bless you。唔系我礼拜五翻公司嘅时候帮你装个箱啊，我会记得噶啦。好啊好啊，系啦，我会顺便帮你装个箱嘅，咁样我而家都觉得你翻工一定工作顺利嘅，我肯定。你拍多条片攞住条草化一化下，饮啲水出嚟咯。跟住去 flash 佢咁样样。系啊系啊。系啦、啊，工作顺利。冇错啦，好，我哋休息阵。睇完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